我老妈天天刷抖音，还会自动点击，她懂得怎么点下一集。老妈吃不吃鸭脖？别看抖音了，吃鸭脖，一边吃一边看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看归看，不敢挖鼻子啊，不好看，刷掉。刷。啊，好久没回来游戏了。老大拿掉吗？不要，你这样子已经很可以了。歪来顾的，这是俺们这个小县城顾城河。我妈最喜欢看那种婆婆跟儿媳吵，然后要么就儿子跟老妈吵，或者不孝子啊，最喜欢看那种戏。别动！表情严肃，笑我。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是这地方干嘛？朱熹，特别好看。不愧是平平无奇的宣传县城小能手，游戏线没有让你去当形象大使，亏掉。老板，老板，逼死抠，唱裤子上。县城宣传小能手，那就是了。游戏没有你代言的话，真的真的。没有，晚上人还挺。给我唱裤子上，那个，我，好，停停停停停停停，你刷你的，你刷你的。